老和尚跟我们说他在大陆住山的故事。他说，当时啊，我只带了几件衣服、针线、20斤米、火柴，在清源山找了一个石洞。这个洞啊，有两个洞口，我将一个洞口塞住，洞内很清幽，又有一块石头，在石头上打坐感到很舒服。日落时，忽然有一只老虎以屁股先进洞来。哦，我吓了一跳，大呼一声阿弥陀佛，老虎竟也被我吓到了，马上跑出去。隔了一会儿后，他又再度进来，我就对他说，山君啊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洞让我修行呢？还是你要吃我呢？我看老虎并没有恶意，就为他皈依。这就叫做心动心，我无恶意，他也无恶意。第二天，他带来许多小老虎，在洞口游玩，走来走去，跳来跳去，显得很高兴的样子。这个境界非常好，就是吃素修道才有这样的境界。不要钱才会有钱，心里包藏什么都有，要用时就有，没用时就没有。这就是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有些人以为和尚这个称呼不好，其实要当老和尚可不简单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称为老和尚，必须是有道行，能度人，做方丈，建道场度众，并且道行与法师不同。出家人不要喜欢衣食住充足，若贪享受则容易懈怠。出家更应该努力，看是否能了生脱死。受戒是修戒定慧，看是否能修到到哪里都很自在，随处都可度人，到处受人恭敬。在修行方面，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别人的欢迎，这是因为韦陀菩萨的拥护，所以到处受人尊敬。有修行的人不一定要自己发心建个大寺庙，有修行的人跑到深山里，不管有没有吃的穿的，都会有韦陀护法拥护，来建成大的道场。心若修得清净时，一触到境界，便能分辨邪正，心无动乱是道场。出家就是要修忍辱，如果计较人我是非，这还是属于世俗烦恼的生死轮回因，不是出家解脱的境界。而凡是能行忍辱的人，则智慧渐明，当事情来了，一接触到智慧就通，就知道该怎么做。所谓的智慧如海，便是由忍辱中磨练出来的，由此更能引发出神通。我们这个色身会生老病死，终有一天要丢弃，是没有用的东西。我们要舍身，利用这躯壳来修苦行，磨练它，
不要太顾惜它，以去掉对这个形象的执着。一个苦行修圆满的人，他的心会照出自信的灵光，会照出过去的事情来。出家了，非比在家人，要看破名利，淡泊一切，不去攀缘。修行是自自然然的，你修到哪里，韦陀菩萨自然拥护你到哪里。要静心常住的事情，才能增加福慧，否则一辈子不能了脱。如果生死已经了脱，能弘法利生，到那时候，虽然我们不求名利，名利自然也会跟着而来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心修得清净，那么临终时，这个心便投入莲花，由西方莲池自然化生，而不是经由父母精血而来的慧体。如果由父母体生的，还是有生死轮回。虽然我们现在生在娑婆世界，但是如果念佛，心净则国土净，心清净无烦恼无妄想，则也是净土。此是娑婆净土，心即是西方。出家人一样仍需要地利，但是要看道行，道行如果有修到那里就能感化，则地理、人理、天理都包含在修行中。所以说出家人修行是根本。受戒是受什么？是受忍辱，依忍辱修行是根本。照这样去做，到哪里都能感化人。修忍辱就有德恨，不但人见生欢喜，也可感化人。修行是要到哪里都一样，都能自在。修行就是要修这些。照师父的话修行，边做事边念佛，去除我执和法执，智慧才会开。智慧是无色相的，抓也抓不到。智慧开始，自己也不知道，碰到事情一动就知道如何去处理，这才是智慧。经藏在哪里？经藏在我们的心中，但这要开智慧才有办法。智慧不开，看经书是迷迷糊糊的。若智慧开，则看经书会觉得很熟，而且又会领悟出一些真理来。打法器、唱诵梵拜，这些都是自然会的，不是刻意去学的。智慧开了，自然而然就会了。人有生老病死、爱别离等八苦，如果有愿力修苦行，以后会有小神通，什么事到哪里都知道，自己会有所觉，自己就有主。现在成天寺来的人
什么样子都有，但闹中取静才是真修行。有的人还跑去大马路旁修行，甚至车子开过去他也没有感觉。要注意自己的心，要的是内心自然生法喜，不要因外面环境好而欢喜，要照顾自己的心，不要在意外面的境界，要修到我没有怎么样。凡事不是光用嘴巴说或是去分别的，而是自己开智慧体会出来的。不要期望施主送东西来，不要依靠施主，只要努力修行，有了成就，天龙八部都会拥护我们。三皈依要好好的去体会，是否做到了？如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智慧怎能如海呢？就是人家点一下就知道了，不是经书一箩筐，这毕竟不是自己的。行于外的经书，看到的能了解，没看到的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念佛念到某个程度，经藏自然在你心中，还是要老实念佛才会开智慧。智慧胜过神通，智慧能辨别是非，了生死。修行要修到动静无挂碍，就是身在动时心不动，不被动转，而静时也没有静的念头。有念佛扫尘埃，莲花朵朵开，就是要提起正念，把恶念转为正念。出家人衣食住要能淡泊，眼假装没看见，耳假装没听到，像个傻人。这样修下去，韦陀菩萨会拥护你，你到何处人见如佛，如要见道场，马上有人拥护。修行要福慧双修，修到老实，福慧具足，人家自然恭敬你。要修到正念自己跑出来，那才好。一有正念出来，才会去分辨怎样才是正确的，知道怎样去修。修到了有正念，就会很清楚，耳朵听到好音坏音时，就会感觉到不顺好音，不随顺附和自己心意的好音，而能把坏音拿来修。穿这件出家衣服，要修到任何事不挂碍，不挂碍人情世事等一切，挂碍是多余的。修行要修到慈悲相，眼神让人看起来很和蔼慈悲。如果修得好，不管到哪里，人家也要找你，别人也喜欢和你讲话。修行要自己修，修到有体悟，
悟到娑婆世界的苦，轮回的苦，悟到一条就是一条的智慧出来。即使自己知道，也不能说我知道你不知道，有这种共高我慢的心态，我还不敢说我知道，我只是分析给你们听而已。智慧若开，则自己的习气、脾气就会改。佛菩萨化身来试探人心，大多化为乞丐或又脏又臭的，看世人的心是否有度量，肯吃苦。身口意清净，则事情一动到时，就会分析出正邪，否则就会被坏的牵着跑。出家是训练收摄心猿意马、香味触法、衣食住，训练这些精神，正念才会跑出来，才分得出正邪。在社会上被这些坏的污染到，出家修行就是要改这些。认真苦行，佛号念牢一点，福慧开出来，对我们的生死就明明了了。修到自己会感觉到，会体会一些道理，这就是我们修来的。自己生死就会知道，苦到最后就是乐，解脱。自己在这中间去体会，那时就是极乐世界。